这警察真好啊，又给咱们送了一个解闷的。小子，有本事到老子这儿来坐坐。上你那儿坐，凭什么呀？他妈的，你又不是妞。再说了，我看你这面相有艾滋吧？ 就算没有性病，也有个皮肤病、疥疮什么的，要不你来，你来我这儿，就他妈你能笑，笑！郭大军，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欺负人马桂元，你算什么英雄啊？关彦鹏，你眼睛瞎呀？你看他笑的那副贱样，能他妈怪我吗？拿过来。 把我当空气是吗？来呀，尿！信不信老子明天让你一辈子都尿不出来？啊啊！姑爷，你干什么？滚！ 说的对，对呀，我们就得维护班长的威信，你说是吧？来呀，尿啊！哥们儿接着。郭大军，你能不能别再让姑爷打他了？关云鹏，您哪只狗眼看到兄弟们动手了？再他妈胡说八道，小心老子收拾你！ 建东哥，老贵，快帮忙来！怎么了？老了，怎么晕过去了？不知道。建东哥，咱把抬到床上去吧。不行，抬出去也会被摄像头拍到的，一会儿我们的无法交代。在这儿把他救醒，让他自己走出去。对，咱们把摄像头挡起来吧。 醒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没事儿，这都不脏，这都是我擦的。滚！哎，你走不了，谁都别管我。狗咬吕洞宾。 Yeah.
胡大军，你很快会看到一个场面。借我妈一条腿，我会的。你要让我看到我妈被人卸一条腿的场面，你还得把老子弄出去。黄子涵，你本事大了，你牛逼大了，坐牢还能给外边发号施令啊，还能让老子看到外面的场面。行，你要真有这本事，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你。我直接当你小弟，把他们跪下来，舔你脚趾头。好啊！每个人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兄弟们，你们都听见了，他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另外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就是监狱长陈勇啊，今天跟我一起去的医院，他呢特意跟我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他们监狱现在已经接到通知，可以蝉联省模范监狱的称号，而且省里马上就开表彰大会了。但是你说现在就突发了这么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要正式立案的话，恐怕他们这蝉联多年的荣誉称号就没了，包括那干警的奖金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的意思是在不违反大的原则的前提下，能不能先由他们自行调查，等这个省里的表彰大会开完以后，再由我们正式立案调查。嗯，这也是个问题啊。少鹏啊，嗯，你现在是副检察长了，也该关心关心院里的事儿了，那你是什么意见？那检察长现在不在，老领导您在这儿坐着呢，哪轮到我操心呢？滑头，你别再成了网红，进了娱乐圈啊，左右逢源，前不得罪，那可不行。是是，您批评的对。小罗，嗯，你是什么意见？这是你们领导定的事儿，我一具体执行的，我就不说什么了吧。哎，你也别滑头啊，你现在是检察室主任，你就得有自己的主见。那领导非要让我说，那我就说说我的意见。我的答案其实特别简单，一切依照法律法规来办，该立案就立案。只是针对这个案子，我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应该现在提。你说。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就那么一根警棍儿，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当事人造成了那么严重的骨折，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况且省院的法医也跟我有着相同的疑问。要不吴姐，我们看一下当时候的监控录像。好，看一下。应该是当初的那种机械式硬盘，就是容量不大，但是特别容易坏。我觉得这种事儿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哎呀，这可是大问题啊！你们跟监狱长反映一下啊，监控录像是重要的监督取证工具，这方面可不能有问题。是，可是毕竟监狱需要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而且换硬盘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块两块，而且整个的这个监控系统全要同步的更新，我觉得短期内应该很难到位吧。看不了录像，那怎么办呢？哎，那个王鹏不是电脑方面的专家吗？要不我把硬盘拿给他，看看能不能修复。算了，先关了吧。大致的情况呢，你们也都了解了。我们要针对这种情况，要提前得有个计划。
其实两边的情况我都去做了一下了解，郑瑞、沈广军、刘铁还有米振东。可是沈广军说要单独向郑瑞反映情况，所以刘铁就站在离现场比较远的地方，他那个角度是看不见沈广军跟郑瑞的。报告，我要单独向郑警官反映情况。沈广军到，跟我来。米振东靠前。可现在问题点就出在郑瑞和沈广军两个人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郑瑞说他就用警棍就打了两下，可是沈广军坚持说郑瑞除了用警棍以外还用脚把他的胳膊给踹骨折了。但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很难弄明白。那也不对啊，距离真有那么远吗？刘铁跟米振东就什么都没看见，听见看见了也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一点我也做过了解，这个刘铁确实是当时立刻就返回来了，包括往医院方向去的那个民警带着马顾源也往回返。可问题是，就这都已经是事后的事儿。郑警官打人了！不过郑瑞倒是说，米振东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认为米振东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我们决定在立案以后先对他展开调查。好了，大概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呢我就不多说了。监狱检查工作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派出监狱的检察官呢主要职责就是在监管场所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劳动改造活动是否合法依法进行监督。邵峰啊，嗯，我看这件事情我们责无旁贷的要展开立案调查了。啊，这个您放心，我们马上去办手续开展调查，严格履行自己的职务。同时呢还有重要的一点我要提醒你们啊，沈广军判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加上前面看守所羁押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应该有一年半多了吧。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他很快就可以减为无期徒刑。那如果他利用胳膊骨折这件事故意陷害监狱警察，那就造成了再次故意犯罪的红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死刑缓刑期间故意犯罪的，查证核实经最高院核准的立即执行。也就是说，沈广军不太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所以说，沈广军的胳膊可能真的是被郑瑞给弄折的，因为他没有自己弄断陷害郑瑞的动机，这么做太冒险了。好，小罗，你的判断不错。少峰啊，嗯，小罗进步不小啊，可以挑重担了。那人小罗这一直挑着担。两位领导，你们不太这么批评我的。他这是嫌你夸的还不够。好了，尽快把沈广军案子查清。如果是郑瑞干的，我们要尽早向监狱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张人呢？哦，在楼上休息呢。那个精神状况很不好。遇到这种破事儿，好得了吗？今天编队啊，把情况都告诉我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挺多问题的。如果这些问题一旦浮到面上，你说以领导的性格，我觉得会出状况。老陈啊，老张这个人啊，需要完美，那我们就来维护这个完美。如果维护起来需要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我们就来付。他呀，真的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官，但是他真的太不懂得保护他自己了，更不会保护家人。但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人，都不能出一点问题。哪怕是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反对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秘密的去做这个工作，对不对？
您就放心吧，这一点毫无疑问。五年前熊少峰把我推荐给领导身边，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领导啊，是一位绝对值得用生命去维护的好领导，您就放心吧，我愿意。现在情况也不是太明朗，反正有什么事儿你要及时跟我沟通，随时制定方案啊。那行，时间不早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郑主席，那个像今天晚上这种谈话呀，以后您还是小心点。对，阳台得搭，客厅也得搭。哎，你别了，你意大利回来以后，咱俩一起去看吧。领导找我说事啊，回头再聊。八喜配合不错。谢啦，熊哥，我说你咋这么好心呢？今天请我吃火锅。咱说正经的，有工作上的事儿。你们检查室现在是缺员，所以案件呢还得由你来负责。王鹏没什么经验，只能帮你打打下手，你多带带他。这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大不了走以前我就多值点夜班，熬夜，反正你教我这点事儿，我给你办妥了不就完了吗？嗯，但我的意思是啊，就是先不立案，暂缓办理立案手续。你这是要公然和领导作对啊？不是，你怎么理解领导意图的呀？不是说不立案，是要你去先调查。等你调查清楚了，有了结论，咱们再决定是不是立案。哎，你说你们这当领导的，每天就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揣摩上级意图上。你说可怜的是我们这些跑腿的。嗯，那你以为这肉是白吃的？行，明天一上班我就去二监区、五分监区、第二监舍找服刑人员调查去，行吗？好。那人呢？在路上呢。情况怎么样了？一伟去学校了，那女孩不在，据说东西都从宿舍搬走了。宿舍？乔小姐不是带着一伟去公寓了吗？现在的女孩都有来头的很，她还不能有个房子。那房子是她自己的吗？目前还不清楚。公寓也去了，人不在，失踪了。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的。这时候讲什么墨菲定律，没用了吧？是啊，放纵是要付出代价的。谁放纵谁了？嗯，这个家里，你这个父亲，你恨不得把他的儿子都绑在家里，这叫什么放纵啊？我倒是想把他绑在家里，可架不住有人帮他松绑啊。孩子正是看到了他父母意见不一致，所以才做了最坏的选择。哎，你什么都不管，我都跑了一天了，我回到家里来不是想听你这大领导批评的。双雪，请你相信，我在政法系统工作这么多年，一伟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非常清楚。他的危险不在外面，而在家里。你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的身份，会让一伟成为焦点人物，这是危险之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是事实。你呢，
爱子心切，经常是不顾身份的上蹿下跳，这是危险之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也是事实，对吧？你什么都不管，现在也不让我管，你这是什么逻辑呀？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意见一致，共同应对，那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我们一旦各行其事，同床异梦，那么这个家被攻破，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是。你倒是挺放松啊。我当然放松了，您呀也不必焦虑，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人家都快要以强奸罪起诉你了，你知道吗？如果这都算强奸，那俩人花前月下那么一下子就得把人逮起来，谈个恋爱哪儿这么高的成本啊。爸，你强奸罪成立不成立，应该由司法机关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认定。你在这有把握管什么用啊？一个强奸案的嫌疑人单方面宣布强奸不成立，你觉得这有意义吗？即便是他说了算，那也得有证据啊。是他主动邀请我去的，我们喝了酒，我特意把石瑞给叫过来帮我们开的车，从上车到下车全程我没有强迫过人家，石瑞可以作证啊。甚至在车上他还暗示我，让我上楼再喝一杯醒醒酒，这池瑞都可以作证啊。咱再说进了门，那也都是双方主动的，年轻人喝了酒难免有点冲动，您二位也是打年轻过来，这应该明白吧。说好听了那就是一见钟情，往难听的说不过也就是一夜情嘛，也构不成犯罪啊。你说你一个法盲，你跟我谈什么法律？我当然有权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啊，法律又不是您定的。你别跟我抬杠，我们现在是在想办法救你。哎，别，给您添麻烦了啊！就算上了法庭，我自己能说清楚。张一伟，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就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在法庭上根本就没有说服力，法官根本就不会采纳。您多主观呐！您又不是当庭法官，您怎么就知道人家一定不会采纳？爸，我也严肃地跟您说一下，如果我不是张武成书记的儿子，这件案子压根儿就不存在。还有，您不要老以为是我给您带了多大的麻烦，您想过没有？因为您的官位，因为您的身份，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啊！张，你就跟一伟说一说，这件事情的危险究竟在哪儿？对强奸罪的认定，往细了说，往简单了说，标准就是，只要女性在任何时候说不，如果你没有停止，这就算强奸。那就是说，对。标准就是这个。张一伟，你自认为你没有违反这个标准吗？啊，你也是有文化有逻辑能力的人，你也是自主创业当老板了，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违反。一伟啊，你爸这个可是最权威的啊，你好好想一想。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女孩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啊？
有没有？说没说过？你好，容我想想，容我想想啊。老张，那个女孩跟我们一伟下车的时候啊，她还挽着一伟的胳膊呢。我们都到物业的监控看了，全是那个女孩主动。这些都没有用，除非你有她公寓里边那个录音和录像。如果这个乔小姐她确实没有拒绝的语言和动作，这才能说明一伟没有问题。公寓里的录像啊？她那房间里有录像吗？您觉得呢，妈？您儿子我又不是变态，我录那干嘛呀？我说的不是这个，就是在那什么的时候，你那个女孩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不同意？有没有？有没有啊？她有没？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呢？他不还没说呢吗？哎，老张，你知道什么了？一伟不是什么都没说呢吗？你都知道什么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都知道什么了？说话呀！说话呀！哼，要是没有，他早就说了。既然他犹豫，就说明他肯定有把柄掌握在人家手上了。这种事情，只有是和不是两种可能，不会有第三种。那你就不能跟谁说句话呀？就一句话的事儿啊，双雪呀，你们给了我一个两难的选择呀，啊，我要是干涉了，那就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没脸再干这个政法委书记了，我甚至在检察院都没脸干下去了。我要是不干涉，张一伟就有可能被毁呀，即使不被法律毁，也会被舆论毁。如果舆论来了，那么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还是没脸再干下去了。你说你一直惯着这个宝贝儿子，给我惹了一个什么样的祸呀？你整天念叨着正义正义的，你儿子不需要正义吗？这要是有什么人故意设计了什么仙人跳，你也不管吗？有证据吗？啊？你不会是想强行抹黑一个清白的姑娘，把这件事情包装成一个仙人跳吧？我有吗？我有让你做这种事儿吗？我告诉你，郑双雪，我张有成为官一辈子，自认为没有一件事是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你休想逼我这么做。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陆续向大家科普了检察院的职责。从下一期开始啊，我将向大家介绍刑事执行检查的工作内容。从2015年开始，沿用了30余年的“监所检查”一词退出了历史舞台，开始正式使用“刑事执行检查”这一称谓。可我最常被问的就是啊，你们检察院还有这么个部门啊？那具体刑事检查是做什么的呢？咱们下期雄检威武再见。好，你先坐。对，这么晚还直播啊，熊哥？我可不就得利用业余时间嘛，你有我那么闲呢？实在不好意思啊，你说这大老远的把你从国外拽回来，
十几个小时，飞累了吧？没事啊，军哥，帮我放下这个。哟，这个可是重中之重啊，非常重要。哎，你坐坐。哎呀，何博士，哎，军哥，咱们说正事儿吧。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本来是我约你谈事儿，还逼着你撒谎去说来见罗欣然的。熊哥，您已经给我一罗欣然了，我为您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你罗欣然是你靠自己本事追上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是是是是熊哥，那人到了，说正事儿。这么急把你请回来，想必你也能猜到这个事情的级别了。有预感，也做好了准备。您说，我全力以赴。一伟，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强行发生关系？孩子，你别傻了，这是大事儿。你啊，真的不能再给他出难题了。他现在处在旅行的关键阶段，你要出点事儿，他就完了。妈，您到底是想跟我聊点什么呀？不是说我的事儿吗？怎么又扯到张书记那儿去了？既然是他前途的问题，那让他自己去解决，跟我没关系。你傻不傻呀？不管你跟你爸的关系如何，咱们三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是啊，他对你的关心是不够。但是你想一想，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讨厌这种东西。就即便是我张一伟自己奋斗，也绝对不会比现在差。是，但你还是既得利益者，对吧？你再怎么隐藏身份，在商务合作的层面，人们还是会考虑你的真实身份。没用的儿子，你怎么躲都躲不掉张有成这三个字。张有成，张书记啊，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现在他的儿子张一伟出事儿了，张书记的夫人郑双雪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这人脉比较广，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位优秀的律师。海平市最好的律师在这儿呢，就包在我身上。那多的我也不说了，咱们就说重点。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强奸案的认定问题。明白，来，您说案情。乔小姐的公寓里没有第三方，也没有视频录像，那最关键的就是人证。人证，人证相比较书证跟物证，那是最不可信的。那就各自表述呗。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表述啊。您是想让我编一故事？妈，您让我撒谎啊？谁让你撒谎了？哎呦喂，行，那就让那个乔小姐去撒谎，说你强奸了她，那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啊！干嘛呀？非要把自己推到这个被动的位置呢？被动不被动，我不管。我您还不知道吗？我从来都不撒谎啊，妈。儿子啊，没有人让你撒谎，你只要如实的说出当时的情况，如实的。爸。爸，我跟我妈研究了一下，就这事儿，除了是跟否之外，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第三种可能，这不会是你们两个人自己杜撰的吧？
你看，你看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是给聋子唱戏，瞎耽误工夫白费劲。我的话，人家压根儿就不想听。你们说。哎，你们干什么？你啊，什么时候的？老张，一伟是你儿子，他是不是你儿子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听一耳朵你都不愿意听吗？咱们国家不是讲究无罪推定吗？难道你在你儿子身上就非要弄一个什么有罪推定吗？我可以听，但问题是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我现在也只能是听一听。至于怎么判断你们这件事情，到时候我会请专人过来评判的，你看行不行？行，当然行了。一伟，一伟，赶快给你爸爸好好说说当时的情况。啊，怎么说呀？你赶快说，听话啊，快，不是妈，您就出去吧，这事儿您就别听了。妈妈，死儿子，我生都生下来你了，就你这点破事儿，说，我说，事前啊，一切都正常，是这个女方主动邀请男方到她家去。反正这之前所有事情都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事情的进行当中，女方突然说了一句：“你会和我结婚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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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熊哥，这事儿不好办了。这张一伟啊，就是家庭出身太好了，要不就是太直男了，他一点都不懂女性的心理。这个乔小姐啊，其实人家啊也不一定真的想结婚。只是在过程中，他想得到男方的一种承诺。只是在过程中，他想听到一句善意的谎言。你比如说那句 I do， 那句英文的我愿意，看起来像是同意了，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约定，只是双方调情的一种配合。我明白了，啊，我就明白罗欣然怎么就会被你给俘虏了。熊哥，熊哥，别说我，那咱继续说案情了。哎呦，说正事啊，就是女方在听到张一维说你开什么玩笑之后，也不高兴了，所以他就说你走吧，我不想这样。但张一维并没有马上停止。熊哥，我实话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案例，现在至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答案。您这样，您给我点时间回去想一想，我给你个答复，好吧？但是熊哥，我得先去见欣然了，花快蔫了，他要知道我先来找您没去看他，我死定了。好，反正这个事儿啊，我也差不多讲清楚了，你先琢磨琢磨。好，但这事儿一定要保密。张书记那人特别清廉，他清廉的都有点令人发指。在他们家出现这种事儿，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进行干涉，而且他肯定是置身事外，公事公办啊！你不能让他知道咱们还秘密的帮张一伟在想办法。张书记该做什么做什么，所有的事情呢交给我们来做。哦，对，再强调一下啊，在事情没明朗之前，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合伙人，包括罗欣然。职业道德，您放心。啊，真得走啊！哎，哦对了，没报酬，没有。熊哥，这不是报酬的事儿，您能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走了。
谁啊？老婆，你怎么来了？啊，想你了。你不是刚还骗我在意大利的吗？啊，对，我还没看呢。什么破审美？哎，我想你了，我特意从意大利打飞的回来的，而且是携程订的票，这趟特便宜。不是你什么小心眼儿，学律师学的什么事儿都算计，什么都算计收益和成本呢？这个航班便宜不重要，重要的是熊少峰升官之后，检察室给我老婆一手遮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习惯我知道，不到一点肯定不睡觉啊。我这时间回来，你懂啊？你想多了，我们这儿出了件大事儿，监狱干警把服刑人员胳膊给打折了，所以晚上呢我要加班。是吗？哎，那你那服刑人员家庭条件怎么样啊？他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聘请我当他律师啊。我说你有病吧？你到底是来看女朋友，还是来拉生意的？我看女朋友啊。嗯，哎，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没开车吧？不，小事，别说。没有小事。老陈啊，他们在意大利赢了一大官司，给律所呢赚200多万刀。我高兴，喝一点没事儿。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样要进看守所的。况且你以为你是我吗？我喝2斤白的，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喝2两你就倒下了。哎呀，你能跟我比吗？我这酒量我肯定是跟你比不了啊。但我是谁啊？我说海平是最牛的律师，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哎，老婆，我那车就停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上高速了；下了高速，我到你们单位了。我不可能遇到交警的，我懂。你不要，你别在这有侥幸心理。我跟你讲，你这是钻法律的空子，你迟早有一天你是要出事儿的，你的律所也得出事儿。罗欣然同志，我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我奔袭了10000多公里，然后你在这跟我上纲上线，我为什么呀？我不就想你吗？我最讨厌你这种拿法律开玩笑的人。你尊重你的职业吗？你尊重我的职业吗？我跟你说，你这样。你就得重罚，认不认？认。你说话我不敢不认。罗欣天天就知道忽悠，忽悠来忽悠去，忽悠来忽悠去，正事从来都不说。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求婚？我跪，我先跪下，我戒指后补。行了，跪着吧，就当罚你。行。我呢，去加班，你就在这跪着醒酒，好吗？好，我反省。就是明快决定了，不许换脚。哦。刚刚说的话要认啊。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被所有困难抵挡，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这辉煌，追寻着你的方向，燃烧我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追寻着你。